2022年11月17日，他妈的，我原本只是想出门找吃的，谁知道一出门就被打成这样，好痛哦！伤口不断发炎扩大，该怎么办？幸好有好心人帮我联络韩国屋救援队，动作真快，下午就来了。拿医院后，医生就帮我清理伤口。医生，你踢快点，好痛啊！那妈妈应该有一段时间已经发作了。那他的3+1的检查，艾滋跟腹膜炎都是阳性。什么？猫艾滋？晴天霹雳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有谁愿意让我住他们的家吗？然后球蛋白比较偏高，因为发炎。嗯。然后贫血，贫血的状况，现在血色素是7.8，正常是9.8。他那个伤口大概多久了？这么大一个伤口，应该要1个月吧。我的名字叫艾滋猫，没想到我竟然得了猫艾滋。因为这种病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住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家，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医疗费该怎么办？我身上没有半毛扣扣，你愿意帮我付吗？